今早都去哪儿了？这么好的天不出去玩玩太可惜了。妈妈来了。好了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守住青蛙的秘密。有个秘密的朋友真好玩呀。要是个吃昆虫的可就糟了。是啊，没错。太阳谷的其他昆虫们是不会理解我们怎么会和天敌做朋友呢。大孙子也吃昆虫吗？不吃。大孙不吃，但其他的青蛙会吃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他在草坪那边等着我们呢。哦，你们这么激动，是不是因为下午善待昆虫日的庆典呀？是啊，和要出去玩一样高兴。我们要和大家玩。对呀，大家玩还有庆典呢。庆典再见。你要小心了，鹏鹏。豆豆，你的兄弟们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三层梅子蛋糕。不能吃，这个蛋糕是为下午的聚会准备的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再见，妈妈。一会儿见，蛋糕。再见。好了，孩子们。等等。我还挺喜欢的，可是我希望观众能够多一点儿。孩子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我喜欢听你的音乐，音乐虫啊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哦，好漂亮的梅子蛋糕啊，真香啊。怎么又不见他了？大孙哪儿去了？他把玩的事儿给忘了，也许是他父母发现后生气了。我敢说，他们只让他和其他两栖动物一起玩。两栖动物是什么？就是水陆都能生活的动物啊。哦，你指的是蟾蜍还有青蛙什么的。害怕了吧？我现在都要跳到月亮上去了。小心，大孙，你没准真跳上去了。那咱们还玩捉迷藏吗？我有个更好的主意。我们玩超级飞行侦察怎么样？好主意，肯定好玩。怎么玩？这样，首先我们都扮作间谍，我是代号林特工。那我是代号黄月了。大孙，你就当两栖特工。哦，好吧。然后呢？现在我们就都藏起来。由于最新的青蛙情报，我很高兴地宣布，我们又有新成员加入了。他就是士兵小丸子，欢迎加入太阳谷精英反蛙团。哦，你说的是青蛙吗？青蛙？我没看见青蛙。摘下眼镜，你连我都看不见。我能看见螳螂先生。我是罗罗先生，是长官。现在列队，我们是太阳谷的最后防线。我说你拿那个家伙来捉青蛙吗？啊，这是蝴蝶王，长官，多漂亮啊，是只蝴蝶给我的，我忘记它的名字了。我们认识。我敢说，你要是碰上青蛙，它会先吃掉这个，然后再吃掉你。会吗？好了，也许不你，因为你太臭了。好了，现在废话少说，我们去捉那只青蛙吧。知道了，罗罗。啊，不，长官，反蛙团出发了。
我等你可走着去，反正对你都一样，罗罗先生。哦。超级秘密飞行间谍太好玩了，小爵。我是代号零特工，记住了吗，两栖特工？好的，抱歉。接下来我们该躲谁呢？鸡博士和他家的老母鸡。好吧。我是空中侦察员。那侦察员有什么情况吗？报告一下。那花丛有些异常，还有那些蘑菇，还有，罗罗。嘿，小龙，可别开这种玩笑。你知道拉拉阿姨特别恨青蛙，不是玩笑。罗罗他们真的朝这边来了。我是两栖特工。别，快藏起来，快！别玩了，快点，跟我们走。我这儿还有些好东西，小蜜蜂，看上去这可是最丰盛的一次善待昆虫日大餐了。哦，别忘了还有精彩的演出呢，我要为你们这些友好的朋友们演奏一首新曲子。嗯，劳驾虫虫们，还有地方放点甜点吗？哦，来啊，孩子们。啊，我能一块吗？请给我留一块。我的小家伙们呢？我以为豆豆会第一个来等我的蛋糕呢。那是什么？最近看见过青蛙吗？没有，我只能看见小蜘蛛。哦，孩子们再见了。再见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再见。我们是来找青蛙的，不是来和孩子们聊天的。是，长官。知道了，长官。我不想找青蛙了。看上去平安无事。长得真不容易，我都有点饿了。我也饿了，庆典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还要吃蛋糕呢。我也要吃蛋糕。蛋糕可好吃了。好吃当然好了，但是善待昆虫日是什么呀？善待昆虫日就是各种昆虫不论大小形状聚在一起庆祝。我要是昆虫那该多好啊。你要不是个大绿蛙就好了。对呀。嘿，如果大孙看着不像青蛙会怎么样呢？你是说如果它看上去像昆虫？一只大绿虫。哇、怎么样？太棒了！你真像个大绿虫。看着我，我是昆虫，我是昆虫，跳跳跳跳！可得小心点，别把服装弄坏了。弄坏就糟了。对不起。还有最后一点了。我说这不是卧倒。对不起，长官，对不起。天哪，天哪！我真倒霉，要下雨了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了，长官，善待昆虫日的庆典可能要泡汤了。对呀，我们得快点回去，要不吃的就都没了。立正！雨就是水。
青蛙就喜欢水。哦，对呀。所以那些吃虫的家伙随时会出现的。罗罗来了，把大蒜藏起来。藏起来？那我们不是白忙了吗？你行的，大孙，跟我们学着装昆虫。没问题。够了，面对敌人时我们不能临阵脱逃啊。嗨罗罗。那我们正要去庆典呢。带着我表哥他从绿村来。你的表哥可真是超大昆虫啊。哦，这个嘛，他是特大号的，他是特大的我绿虫。对对对，是。好吧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问他。你想不想参加我们的反蛙团呢？需要像你这样的大个头。当然了。你说什么？是这样，他刚吞了个小青蛙。对，是有点噎着了。来吧。我都晕了。天哪，他的块头可真不小。这话说对了。大孙。我真不敢相信他连用舌头练习捕食都不参加。他可能是忘了，你知道大孙喜欢幻想。别提这事儿了，其他的蛙爸爸一直在背后嘲笑我。不是笑你他爹，还是先找到他吧，要不然他又该捅娄子了。那好。咱们再想想，你们觉得把大孙带到广场能行吗？哎，如果能瞒过罗罗，其他的昆虫就更看不出来了。你们在这儿啊？我到找你们这些小家伙，还有大家伙。你好，你是哪一位？这是我们的朋友大孙，我们邀请他来参加山奈昆虫日的庆典。对，我是一只昆虫。他是一只大绿虫，从绿村来。是吗？知道吗？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绿村呢。哦，离这儿非常非常的远。哦，是吗？很可能离黑石湾不远吧。它是只饥饿的青蛙，快过来，孩子们。妈妈。实际上，我们知道它是青蛙。是的，妈妈。大孙喜欢吃果子，不吃昆虫。您看，它不像别的青蛙。是啊。我喜欢和昆虫们一起玩。知道，但这不可能成为撒谎的理由，孩子们。我们是爱的东西。我很抱歉，善良的蜘蛛妈妈。哦，你看上去倒不是很危险呐。真可怜，把舌头缠住了。我们帮他解开吧，孩子们。好的，妈妈。妈妈，好了，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，但是给它带一块蛋糕回去，比让它参加庆典合适呢。你说的对。这个开了吗？好吧，现在由蜘蛛爸爸给你点惊吓，他要演唱他专为今天写的新歌。谢谢冯先生，太阳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写了一首小曲子，名叫《善待昆虫》，请欣赏。别怕，昆虫兄弟们，你们的反蛙团会保护你们的。反蛙团准备战斗。你们还等什么？丁丁，用你的蝴蝶网把这个家伙逮住。遵命，长官。丁丁，小鹏，小丸子。
你好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你说呢？这些昆虫怎么了？我们在找我们的孩子大孙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他在草坪那边很安全，在等着分给他梅子蛋糕呢。哦，太谢谢了。草坪那边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大孙，我们担心死你了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你根本就不应该离开黑石湾啊。对不起，妈妈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呢？是这样，爸爸，我一直在和这些昆虫们玩。什么？青蛙是不能和食物玩的。他们不是食物，是我的朋友。大孙，我的宝贝，昆虫和青蛙不能做朋友的。但是妈妈，你长大不会明白的，孩子，跟我们回家吧。好吧。吃上，我们也没吃上啊。对呀，蛋糕。恐怕甜点还要再等一会儿。我们在雨下大之前必须赶回家。爸爸说的对，孩子们靠紧一点。好的，爸爸。谁都没查看过天气吗？快点，孩子们，我们必须到高地上去。好主意，爸爸。爸爸，我不怕。爸爸，孩子们靠紧点，别离开我。被水淹了，也许我们应该返回村广场。哦不，蜘蛛爸爸，不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这个呀，就是常说的青蛙的天气，懂吗，孩子？一会儿呢，再教你练习吉蛙跳。啊，我希望我的昆虫朋友们都安全到家了。他们是昆虫，大孙。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哇，爸爸，咱们应该好好享受一下雨水，对吧？对，大孙回来了，我们就高兴了，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他又跑没了，是吧，孩子？孩子，别怕，孩子们，大家靠在一起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一条出路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有东西，能坐个船就好了。也许我们可以。做一个树叶船吧。哎，对啊，好主意，妈妈给我片树叶。大孙，大孙，挺住，昆虫兄弟们，我来了。大家到空心树那边去。最快速度游来的，大孙，你真是太高兴了。来不及多说了，小爵，我要把你们送回家。有一个小问题，你们住在哪里？就在那儿，那个大的空心树。路可不近呢，大孙。没问题，我是青蛙嘛，我脚上有蹼，还有其他的。坐稳了，下一个空心树。说的就是那棵空心树吗？你能行吗，大孙？大家抓紧了！我们的伙伴们！大孙，你可是我们昆虫碰到的最好的青蛙了。大孙，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。我们安全送回家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你是个大英雄。哦，没什么。哇，哦，这个整个都是你们家吗？不，我们只是上面一个舒适的小洞而已。小洞，听得真好。我只是住在泥巴里。哦，也许你该回家了，孩子。你的父母肯定急坏了。我想也是。哪条路是回黑石湾的？天这么晚了，我还有点怕黑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青蛙都是晚上出来呢。大多数青蛙是喜欢黑夜的，可我不是，我和他们不一样啊。真是有点晚了。大孙能在这儿过夜吗？
爸，求求你了！在他回到他父母身边之前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好吧？啊！但只是住一晚呢。好的，我今天晚上要在昆虫家里睡觉了。你可以当名誉昆虫，一只大个的名誉昆虫。那是啊，你确实有一颗宽大的心，大孙。谢谢你，蜘蛛妈妈。说起块头的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想一想，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块头塞进我们的小洞里呢？棒！你有什么办法，豆豆？棒！哦。棒！行，这就应该可以了。这真是个好办法呀，豆。谢谢妈妈。好了，在我们的超级弹簧床上蹦吧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哟哇哦哇哦！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啊，没成功。大叔，再蹦高点儿。啊，思思，哇哦！瞧，小青蛙钻进树洞还真是挺难的呢。哦，成功了！啊，成功了！来吧，大家一起拉呀！拉呀！回到家可真好啊！你说的对，亲爱的，真暖和，就像披了一个毯子。对呀，没错，大孙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当昆虫。是的，你是我们碰到的最像昆虫的青蛙。真的吗？但现在可是昆虫睡觉的时间了，你现在可以唱歌了，蜘蛛爸爸，你终于有听众了。时间不会很长。我们要保证爱护所有可爱的昆虫，好好爱大家，知道所有生物都需要拥抱，大家爱护昆虫。